呀，家人们，来了，老弟。咋的？乱七八糟。乱七八糟，谁干的呀？真邋遢，邋里邋遢。谁不想吃饭？真是。要不是饿，我光着就走了。当时我都想。你看你给我弄的这个，啊，四分五裂的这个，你看这儿有那儿有。哎，小勺可以，最得意的勺子，虾仁乖了，家人，超级香，超级香了，没毛病了，家人。我以为你再给我夹进一块儿的，我这心直接我。这是摆摊儿，这是摆早餐的。哎呦，这是你的作风吗？你是一年不扫地的人，你在这儿给我摆好看点，我能相信你吗？那你这炒蛋。好，又抖，你就抖吧。豆腐干。我也没有脾气了。喝汤吗？我喝汤。来一个香蕉，来点喝个汤。来两个香蕉。来两个呀。来点汤。豆呢？